带来这首歌曲呢？我也爱你们，不要杀得我措手不及。OK， 刚刚我唱那首歌曲是我上一张专辑自己创作的作品。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在去年的冬天就是在那个阴雨绵绵的时候，总觉得应该要来一首 happy 的歌，所以自己默默。